开国上将之死近与美国有关。1962年2月9日，我国伟大的革命先烈李克农上将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了。由于其去世时年龄不大，一生经历堪称传奇，当时人们还就其去世原因展开了一场争论，甚至有人说是美国不满于朝鲜半岛上战争的失败，以至于给李克农上将投下了慢性毒药，可以说是闹得满城风雨。直到后来李克农上将的儿子李伦站出来澄清真相，才解开了这一谜团，而听闻真相的人无不肃穆而立，潸然泪下。人们为何会将李克农上将之死联系到美国身上？李伦又究竟澄清了怎样的真相呢？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，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，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让美国吃尽苦头的特工之王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军不听警告跨过三八线，危及我国国土安全。我国几十万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率领下，浩浩荡荡奔赴朝鲜半岛，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。抗美援朝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包括五大战役在内的对抗阶段，而第二阶段则是我军打垮了美方的士气，双方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。到了第二阶段后，美军已然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，最终只能被迫与我军展开谈判。而此时我党中央却犯了难，该派谁去和美国谈判呢？你父亲啊，可是个大特务。就在我党中央领导们都在犯难的时候，毛主席突然想起了他当初和李克农上将女儿李冰的谈话，随即就亲自点名由李克农上将来担任这次朝鲜谈判的总负责人。而在得知了毛主席的安排后，邓华以及洪学智等抗美援朝高级将领也都纷纷点头，连忙说道，他合适，他合适。彼时的李克农上将是我国军委情报部部长、外交部常务副部长，对于美国自然是相当了解的。在得知中央任命后，他也没有推辞，当即从新华社外交部一共抽调了30多人，组成了一个精英谈判部。大家都知晓，美国在当时虽然迫于形势同意了谈判，但是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，不仅屡次对我军展开局部性的骚扰，而且在谈判会上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。面对美军的左右摇摆，李克农上将充分表现出了一位谈判官的冷静和坚守，既不畏惧于美军的声势，也不盲从于美军的吹捧，就那么耐心地与美国谈判组反复磋商。关于美军提出要求的不合理问题，我们这里不妨举例来看。当时毕竟还处于战争时期，为了保证双方谈判代表团的安全，李克农提议双方车辆上插上一枚红旗以示区分，可美国谈判组不干，他们觉得红旗是共产党的象征，非要插蓝旗。在得知我党炮兵团有看到蓝旗开炮的习惯后，美国人又要求插白旗。这次谈判究竟有多难呢？这里给大家列一组数据，大家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了。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，曾经有5次谈判破裂，2次谈判地址迁移，仅仅是双方代表大会就开了58次，至于各种商议细节的小会更是开了733次之多，累计用时747天。谈判刚开始的时候，美国谈判组方面是信心充足，态度倨傲，可是等到谈判后期的时候，自诩为专业的美国谈判组成员们已然是垂头丧气，被彻底磨去了精气神。曾经参与过该次谈判的美国人陈纳德在1955年会议上曾经公开陈述过这样一段话，中国情报界有2个奇人，一个是戴笠，一个是李克农。从朝鲜谈判的经历中来看，李克农可能还要比戴笠强得多。1962年李克农上将去世的时候，美国中情局甚至还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。由此可见，当年朝鲜谈判中李克农上将究竟给予了他们多大的压力，而美国能搞出如此做派，也难怪当时国内盛传李克农上将之死是美国人下了慢性毒药所致了。就在众人都以为李克农上将之死是美国人暗自下手的时候，李克农上将的儿子李伦出来澄清了真相，李克农上将之死并不是来自于其他人的迫害，而是源于他自己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战士。这里的意思自然不是自杀，而是指李克农上将为国为民不顾自己，由于长久的疲劳与伤痛而抱憾离世。
根据理论以及我国的后来相关报道所说，李克农上将1962年去世的时候，其死因是脑软化，而这种疾病往往是由于过度用脑，身体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而引发的。情报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，更何况是李克农上将这种直接潜伏在国民党眼蹄子底下的。可以说，他为我党拿到了每一份情报的背后，都有着直面死亡的风险。而长期的高压生活，不仅仅导致其精神极度紧张，同样也使其无法安然休息。长此以往，积劳成疾已是必然。在战争过程中，李克农上将的身体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，他甚至还一度被派到苏联地区去休养。而等到解放战争胜利，终于能喘一口气的时候，李克农上将的身体情况已然相当严重了。1952年，李克农上将代表我国去朝鲜参与朝鲜谈判，虽说当时是由毛主席拍板的，可其中也离不开他的主动请缨。彼时我党领导人们都在为李克农上将能够去参加谈判而感到稳妥，可与此同时，他们也都深切关注着他的身体。他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，大家都让他不要去，他不听。当毛主席和周总理希望他能回国休息以及治疗时，李克农上将却拒绝了，并表示临阵不换将。而说起李克农上将的经历，那可就太过传奇了。他不仅是能够力压戴笠之威名的特工之王，更是我国55位开国上将中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、打过仗的国之上将。他的殊荣全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，没有打过一场仗的国军上将。1926年27岁的李克农上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成为了我党在安徽地区的代理人，率领队伍与国民党大军阀陈调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只可惜彼时的国民党势大，他被迫前往南京地区，以报社创始人的身份掩盖踪迹，继续为我党展开工作。1931年，蛰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上将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。彼时我党核心人物顾顺章由于内奸出卖不幸被捕，而令人感到愤怒的是，顾顺章作为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，在还没有经历严刑逼供的时候，竟然就全盘招供，出卖了很多同志，以至于恽代英、蔡和森、陈赓以及向忠发等人不幸被捕，而周总理、毛主席等同志的处境也岌岌可危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独立于顾顺章情报工作之外的李克农上将得到了消息，他立刻通知了我党中央，并协助周总理等领导人展开了撤离工作，在为我党早期的领导组织保留了重要的有生力量。由于李克农上将在情报工作上完成了极其卓越，所以后来他也被评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。当然，反叛我党的顾顺章也没有什么好下场，因其妄图在国民党内组建新共产党，被蒋介石直接残忍杀害。在顾顺章事件之后，李克农上将陆续担任了政治保卫局局长、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务，主要负责的是当时我党的政治保卫工作。后来他还跟随部队进行了25000里长征，与张国焘所谓的第二中央展开了积极斗争，对我党来说居功甚伟。自1935年我军抵达陕北地区后，李克农上将就正式担负起了外交工作，成为了周总理的副手，向后来的西安事变、统一战线的确立，他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，他不顾危险，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展开了工作。国共破裂后，又是他带着同志们突破一路艰难险阻，成功回到了重庆，与我党大部队会合。在抗战胜利、解放战争开始后，是他一力肩负起了当时的情报管理工作，为我军的劣势翻盘创造了空间。由于其卓越的个人能力、坚定的革命信念，1955年9月大受勋重，他不仅拿到了一级解放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八一勋章，更是获封上将，举世闻名。虽然李克农上将一生都没有带过兵、打过仗，但是他所为之奋斗的战场，其艰险程度丝毫不比前线逊色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他所负责的情报部门才是战场真正的第一线。与之相比，国民党所谓的特工之王戴笠无疑只能退让一步，毕竟戴笠本身只是蒋介石手中的一柄剑，就连最后死都死得蹊跷，疑似死于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，这又如何能与李克农上将相比呢？而英雄之所以被称之为英雄，或许就因为其敢做最后的炬火。李克农上将的生命消失了，
但他的精神与那数十万志愿军将士们一起，铭记在了无数国人的心中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